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又见面了，我是鲤鱼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玩巨人模拟器。这次我们是不一样的巨人，我们要操控自己的脚。OK， 这就是我们操作方式是，哦，左键是左脚，右键是右脚。哇，我得把这个鼠标灵敏度调高一点。哎呦，哇，来，我们来踩大树，酷！哎，这有只熊哎什么？哦，踩掉了。哇，我怎么就四个脚趾头呀？巨人都是四个脚趾头吗？哎，啥玩意？哦，我不能破坏任何东西是吗？哇，一般咱们玩的游戏都是破坏城镇什么的，结果这次我们要保护大森林，保护大自然。等一下，抬脚，哇、哦，哇、哦，哎，我如果一直抬脚会发生什么呢？单腿，啊，摔倒了，这也太真实了。我为什么要遵循着它的道路呢？我往旁边走会发生什么呢？哎，哇，这个有点难操控，你知道吗？我跨过这个边界，这么真实的吗？这是浮空岛吗？好吧，我们老老实实的往前走。我为什么要往前走呢 ？OK， 要避开，这是像熊吗？就叫它熊吧。哎，这熊就往我脚上撞，我有什么办法 ？Hi， 哎，这个熊它过来来吃我脚趾头了。哎，它跑了。那这些动物自己爬到我脚上会发生什么呢？来，你闻闻我的脚气呀、啊。你闻一闻，来，你闻闻，哎，这儿呢，闻脚气，碰瓷儿的吧？我硫酸脚吗？碰一下就死了？我招谁惹谁了？为啥碰到我他就挂掉了？来，我们大胆的往前走。好，看来我已经越过这个地方了。这什么？你逗我吗？这是马桶，我要上厕所。这得是多大的马桶？比森林都要大。哦，这第二关了是吗？右上角的那是钱树。哎。我怎么踩一脚就捡一块钱呢？这为什么？哦，这次有小人了，完了还有房子，这也太难了，这我怎么跨过去啊？哎，这踩没了。哦，哦，钱数越来越少了，完了，这个钱没了，我估计我就挂掉了，这一刮全刮没了。我也不想破坏城镇呀，我们绕路吧，太可怜了。哎，这怎么旁边还有熊啊？你们这个居民跟熊是和睦相处的吗？怎么踩坏树还扣那么多钱？哇，都离我远一点。哎，莫名其妙的我就踩掉东西了，怎么还有小人摇摇晃晃的？哇，这没办法躲呀，这个脚抬起来一刮就刮到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可以，哦，这叫原地踏小步，看到没有，这叫小碎步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舞蹈。哎，好像没有人理我，这该咋办呢？我们看旁边的路，旁边又是边界。我的天哪，我长按的话，长时间按它会抬得越来越高，但是不能像刚才一样我们就摔倒了。所以说这抬高了呀，碰到树了呀。你们避让一下好吗？只能是再抬高一点。哦，要按很长时间鼠标它才会抬得非常高。哦，我有点会玩这个游戏了，看起来还没有那么难对吧。哦哟，碰掉了一棵树，这扣我钱扣得真狠。哎妈呀，呜呜呜呜！哦，我太厉害了！我绕开，这要走多远呢？这关卡，怎么还有车？哎，完了，碰到好多树！哎，姑且过来了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我要穿袜子吗？我的天哪，我们穿上袜子了！你可相信吗？巨人的小袜袜比房子还要大，太可爱了！给你们看一看我萌萌的脚丫，来，一，来，踏起来，感受到地震了吗，伙伴们？哦，我踏的越多，我钱捡的越多。我忘了，我每踏一步我都捡一块钱呢。哇，太酷了！这里有车，哎，那车里面坐的是巴迪老师吗？怎么穿绿衣服？哈哈，哇，就剩十一块钱了，这简直就挑战自我。哎，哦，高楼大厦这关是好吧？我试试能不能踏中这个中间，把那车给压扁了。好，哎呦，我们就不走寻常路，我们这关钱多的是。哎，踏。哇、哦，好多车往我身上撞啊！故意的吧？我高楼不能碰，高楼扣的钱可多呀。高楼，哇，我要跨裆吗？跨裆过去的，哇，穿着大袜子，你们就不会避让一下吗？迈着我们的小碎步往这边走，找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。哎呦，这怎么又有熊啊？这熊出没第几集啊？啊，又把房子撞倒了，抬高一点 ，OK。心不要急，我们要绕开这些城镇区，脚踏实地。我不要碰到大森林，完了看不到前面。这哪个地方都有高楼啊，这躲不过呀。
哎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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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迈出一大步，哇，这毁掉几个房子了？哎，我要摔倒了，我要摔倒了。哇，还有26块钱，还有26块钱，可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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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什么？我又要穿上自己的鞋子了吗？这是？哎，啥玩意儿？是 bug 了吧？我脚动不了了，又要重来吗？哇，巴迪老师又在开车，这个城镇里面有多少鲍迪老师啊？哇，这没有办法躲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就剩5块钱了，我还能走5步，不玩了不玩了。哇，我的小脚在颤抖啊。哎呀，避让一下好吗？啊啊，他说那是飞机吗？我的脚像飞机吗？啊，已经毁掉好多楼了，还剩41块钱，边界好像走不了了，只能是往前踏。哦哟，可以，刚才就在这个地方遇到 bug 了，我们一点点移动。这个右腿怎么像麻木了一样？我们还要往后退吗？可这后面是树呀！哎，这又是 bug， 又是 bug。等一下，哎，我在。哦，必须得面对面的。还有关卡吗？左上角那是什么意思？没明白。哦呦，我这要跑多远？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路呀？我可以踩水里吗？哦，我的脚不能浸水是吗？那你为啥不买防水拖鞋呀？这鞋套还是拖鞋？呜呜呜呜！哎哎哎！哦，这个拖鞋还不能自然干。我的天哪！呜呜！我要尽快的离开这个水源，是这意思吧？哎。我的鞋泡水了，我怎么最近玩的游戏都这么虐心呢？走边儿吧，每次都是走边儿通的。你看这地方多干呢，哇，这个熊就自己往我鞋上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哎，躲开呀！呜呜，我们就泡水走吧，我们就泡水走吧。怎么前面都是水啊？哦，我这是踩石头过去的。哇，太硬核了！哎，这也不怎么发抖了。袜子湿透了，走左边的路吧。啊，这没有办法，这一关的路线就是，哎，哎，这个游戏怎么到现在变得这么难？就露出了一个石头，我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哦，石头，石头，然后呢？路在哪儿啊？哎，路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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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，哎呀，就差一点。哇，这一关我就只要是卖石头就可以了，就不要管其他的东西，只要。大步的卖石头，哦哦，我上来了，哇，太不容易，哎，为什么要重来呀？哦，原来这个水在陆地上是会干的。OK， OK， 哦哦哦哦哦，哎，这怎么掉下来个娃娃？怎么还有一关呢？这是什么关卡？为什么这个鞋这么滑呀？哦，哎。这滑板鞋吧，哦，冬天是吗？哇，我这破坏多少东西了！我的妈呀！哎，这怎么有个坑呢？这干嘛的？这拉屎用的吗 ？What？ 怎么我就成坟墓了？好吧，我今天这个游戏终于通了。我一开始玩的时候就觉得是个休闲游戏。我没想到玩的这么痛苦，最后我们把自己玩挂了。看来当巨人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好了，非常感谢来收看视频，我是鲤鱼，别忘了在视频下方点赞、分享、收藏、点爱心。下期视频我还会遇见你，记住每天保持微笑。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.